的隧道前往 AYE Half Lot Road 的出口处，交通是拥挤的。另外，在 AYE 前往 ECB Jurong Town Hall 的出口处，还有 Clementi Avenue 2的出口处之间，交通也是繁忙的，请小心驾驶。抢交通讯息是由 Coolman Light 带给你的，无论在车上或在家。